你看老师的鼻子，一个三角形在中间，三角形的鼻子在中间。哎，对，好棒哦！那我讲呢？没关系，小一点好，小一点好，可以。小一点才可爱。两个鼻孔圆圆的在这里，会不会？可以吗？对，对了，啊，你笔不要拿下来一点啊，然后拿太高了，好，好。大的跟我一样。对。对，弯一个上来，对，那这边再弯一个上来，这是什么？他的笑脸啊，弯一个上来，这个大一点，好，那要是什么？对，那你看老师，这边有个嘴巴，就连一个圆，一条线连起来，会不会？对了，好棒，嗯。要圆起来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用连起来。这个要一样长哦，嗯，胡须会不会？一二三，三条线。一二啊，再从里面长一点，长一点，接回来。不要，不要。一二三，它好小条哦。这个还大条啊？这个大条，它是什么？这大条。脸带夹，很大，很大条，哦，大眼睛，老虎的眼睛在哪里？大眼睛，哇，这边两个圈圈，就是当眼睛，啊，你笔要拿下来一点，这边一个圈圈，对，然后这边再一个圈圈，哇，啊，大大，好棒哦，不会不会，刚刚好，哎，这边。这个，妈妈，妈妈这边，妈妈这边，嗯，这个眼珠珠，好，哎，老师叫你画眼珠珠了，你们看眼珠珠，在中间一个点，啊，那这边一个点，啊，眼珠珠哎，老虎的眼珠珠，这是什么？糖果。这里来，一二三，先画个三，三你最会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要大一点啊。二，再一条。这种怎么分的？没关系啊，再一条，再一条就好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没错，很好。哎，身体，现在画身体喽。对的。大鸡蛋会不会？在这里，这里来，你从这个头，这个手肘来，你看妈妈，你坐好，你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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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这里画一个很大的圆接过来，会不会？会。好，那你从这边开始，这里。那就这边。好，也可以。哦，脖子，再画一个圆，这么大，更大的。我就要大大。他说他不要太大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再大一点到这里。不要大大。你不要太大，那比一个比这个大的就好了。从这边，这样子。对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。对，再大，比他大。你跟他一模一样啊。对吗？你这是项链哎，那再一个圈，再一个圈，你帮他戴项链哦，怎么那么漂亮？那你这边身体要画出来。到来来，你跟着我的手走，妈妈。好，你跟着我的手走，来，你这边，好，你跟着我的手走，这里，哎，这里，这里出来，这里出来，到从我到这里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再到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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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然后一个圆下来，圆，对，接上来，哦，好了，好棒。是什么鬼？不会啊，身体很可爱啊。我觉得他身体像幽灵的下半身，那这是尾兜兜。你这是什么？这是尾兜兜。尾兜兜？可是这边是尾兜兜吗？哦，这是项链啊，为什么还有尾兜兜？来这边，
大鸡巴大鸡巴大大大的一组大，大的一组大，大大耶，大大大大大大大。哦，你要把它当回豆豆，好。那他四只脚脚在哪里？太小了吧，大一点啊！我要身体这么大，脚这么小小的站不稳。大的呗，站不稳。大的呗，那你要这样子，一只要这样粗粗的一只，不是这样细细的，粗粗的一只，对，下来粗粗的一只，对，一只，好，再两只，对对对对对，两只。现在明明是彩虹，来这边也一样，来这边，那这边那么的，那你这边也要画一只啊，这边也要一跟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对，然后再一个，大的啦，你这个那么大，来大的，我要这样，再一个大的，我要这样，好，好，那这边再一个，那你这边再一个，这边再一个。这边大脚呀！哦，那赶快再连一个大的，把它连起来。一个大的把它连起来。我要放的。对，这样就比较大了。OK。这边大脚被粘住这的。啊，那你这个就连住它啦，你这只脚不就连住它了？啊，那你这边再给它一只脚，它有四只脚，这边再给它一只脚。哦，好棒哦！那、啊、还要再一个大的啊！你看，你每个都有两圈，这个要再两圈。这边，尾巴没有啦，这里要再一圈、啊。尾巴。好啦，你先把脚画完嘛，脚这边还有一圈。嗯。不是啊，这样子、啊，这样子。啊。啊。那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围啊，就跟这个围。结在那小圆中啊。啊，对啊，等一下彩颜色，你要先画好才能彩颜色啊。这边要再一条。你今天第一文哦。来，这里来，孙小文，老师叫你这边围过来。这里来，这里再给他一圈围过来，你看妈妈的手，一圈围起来。这边一圈围起来，这个不用、哦。对，那个不用，是这一个，这一个。不是在这里啦。我要。他说他什么？哦，哪一只手拿红包？那你这个画成手好了，你把它画粗一点，变成手。好，快点。对，粗一点，从这边绕下来。从这边绕下来。你干嘛？你去坐好，你去坐好。孙小敏，你去坐好。这样吗？对，这边围起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围起来当手手。这样。孙小敏去拿你的作业去写，拿你的作业，现在去写。还没，你先去写。我这边没有呀，这边没有。你先去写，我现在在录音。妈妈，我这边没有呀，我这边没有呀。你他擦两只手手，你现在把这只手手先画完，然后这边也画一只手手，好吗？分国语就好。念吗？手手不是这样子一条线，手手是一个粗粗的。我只要一条粗粗的，那是怎样？那你这样子他怎么拿红包？念吗？然后再绕下来啊。我家要这样，我家要这样。好，那你这边画一个红包，你会画吗？画一个正方形的红包。这边红包是这样子，你就画一个大大的。对，你这边就这样子啊。那你这边细细的好了，细细的，不要粗粗的，细细的，细细的，对，细细的。接到这条，接到这个点来，接到这个点来，接到这个点来，对，接到这个点。对，好，那你画一个红包，一个四方形。那就这样。嗯。你看老师的红包袋，你看。
你就在这边画一个四方形，会不会？来，我教你一条线。好了，你来。那你现在这边练习，在这边练习一条线，这边先随便画一条线，就像这个长得一模一样。一条线，一条线。对，然后弯过来。弯过来。对，你可以弯过来，再弯过来，再弯过来吗？再一次，一条线。一条线。好，弯过去。一条线。再弯上来。再弯上来。对。太可爱了，这是画鸡呀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来这边画一个红包，一条线，两点，好，再下一点，然后上去，上去，然后过来，对，好，这边也要红包，两边都要画红包，一条线到他的手上，红包拿到手上，两点，到手上，到手上，到手上，好，弯过去，落地，弯过来，弯过来，哦，红包，很棒。怎么？小老虎有斑纹呢、欸。斑纹。嗯。斑纹是什么？斑纹呢、啊？就是那个身上的纹路。身上纹路是会有一个这样黑色的。斑纹，来看老师画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这样子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尖尖的，尖的斑纹，尖的斑纹。对，没错。啊，这里也来一条，好棒哦。对，啊，这边也要一条，这里，过来这里。我找到是斑纹大主呢。对呀、啊，那这边也在斑纹。好棒哦！老鼠的斑纹，点点这两边要不要给它一点斑纹？好，斑纹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画过来这里。好。哇，好棒的！老虎哦，那这个是小杰队吗？很棒哎！那这个是小杰队吗？你会写字吗？我会写字啊。你写王了，他说写王了。你会写2022吗？二，你会写二啊？哎，你会写二啊？你数学不是有写二？你数学有写二啊？不会。大肚二，你不是会写？人家大肚二，那是什么？天鹅二，天鹅二。好，那你这边写个二，好，帮我写个二。二，在这边二。第二，鸭子二。第二打第大肚六。哦，大肚六，好，那你这边写个二。写二，好，那写一个零。零。永远的二呀。对呀，我们来写二零。这边再写个零，零，好，然后这边再写一个二，对，好，这边再写一个二，这里再写一个二，哇，你们写二哎，2022哎，那里有什么？这是卡片。那这也干嘛？哦，老师说你可以彩颜色，要不要彩颜色？好，帮你用哦，等一下哦。桃红，你最喜欢的桃红色。好，那再挤一点点。混合在一起吗？混合在一起吗？他说。所以就混合在一起吗？对，老师说混合在一起。哇，你还会问混合在一起吗？对吗？对。要不然好，关起来喽。那我就知道要怎么放。嗯，那放回去啊。我都知道怎么放。啊，这边有水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够了啦，直接调就好了，直接调就好了啦。我
直接调就好了。应该没有啊。好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哦。好了，直接调。要滴在这边。好，放在那里就好了，放着。放在这边。好。再一点吗？你帮我妈妈看一下。复活再一点。被它滴掉了。变成橘色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这样子好像有点太红了，你觉得呢？老师，你觉得会不会太红了？你看，太红了，不行，还加桃红啊？哦，没有加白色，可是白色没了耶，白色没了，皮肤色，来，这边吗？好。滴在这边。那你，哦，把这个颜色移到这里混一混。好，来移过去。移过去。笔要笔拿好，笔拿好，笔拿好。那我知道要怎么移过呀？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直接在这边混就好了。嗯。好。好，好，混一混，混一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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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换一换换一换，哇，皮肤色。现在怎么做呀？我觉得这个皮肤做。你呢？我们画点点跟脖子好不好？点点我。再加一点点水好不好？嗯，不用。不用哈，不用哈。点点，画点点。点点。对，涂颜色，涂满满，嗯。我只要放在这的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都会透过去。哦，不要涂到其他地方，老师说的。眼睛不能涂到哦。那这个，妈咪，我想蓝色小心。那是我的。没关系。这边呢？好，再沾点颜料，没颜料了，孙小文。这个可以粘过，可以过去。好，耳朵也要哦。啊，再沾颜料，孙小文。再沾颜料，再沾颜料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这个小小的话哦，眼睛旁边要小小的哦，眼睛旁边这边要小小的哦。对对对，你越来越厉害了。跟姐姐一样。嗯。哇，有啊，我在录啊，好可爱哦，他画画很疗愈。那我画画呢？也很疗愈啊，你们两个画画都很疗愈。那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补就好了。等一下再用笔再重补画一次就好。啊，耳朵嘞，耳朵也要耳朵，耳朵。啊，耳朵别的颜色，那老师这边，好，那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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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。那它上面嘴巴这边也可以，好，你就都画吧。好。对，眼睛不涂哦。好，再沾点颜料。嘴巴再一点点。好，眼睛。好，那这个是脖子，脖子也要画。嗯，哇哇，你脖子画得好好哦。哎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项链。好，也可以呀、啊。手手。好，不要说出去哦。好，沾颜料。那沾颜料，这是红包。来，沾颜料。颜料好，这是手手。对，那个是红包，那不是手手啊。啊，脚脚嘞！还是画别的颜色，来沾颜料，那就是内圈好了，要吗？哪里好要画？这里画皮肤色，对对，内圈，对对，然后这里这个小小的圈圈，小小的圈圈不是外面，是里面的。里面的那一圈 ，OK， 好，也可以啊。好了好了，喂，也可以。好，洗笔。洗笔，那我要加。你最爱的洗笔。嗯。这样可以吗？还有吗？单独挤一个。好 ，OK， 够了。加点。一点点水。第二点吗？可以。对，一点点水。那我要加这个。
好，放着。那就不要了。好，放着。水够了，来拿拿笔，拿笔。这是什么？吸吸水，吸吸水。我已经有了。吸吸水，比比比比吸吸水，好，调一调。比比要拿下来一点，拿下来一点，拿下来一点，好。好，他要画耳朵了，等一下哦。耳朵吗？对，耳朵，耳朵，嗯，好，那个先，好，小小轻功，轻功哦，不要太超过哦。好了，耳朵好了。点点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看老师要画哪里？要。这边，加直接不用洗笔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直接混一混，画他的衣服。要笨吗？好，换衣服。衣服在哪里？衣服就是有纹路的那个啊。这个。对。那纹理不对。哦，没有纹路的外面，就是外面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对，这里，这里，嗯，对，这里，对，好，纹路没有哦，纹路要跳过哦，也可以啊，要上来这里，上来这里，上来这里，啊，这边也要补一补，要细心哦，练轻功哦，对，练轻功哦，哇，你好认真哦，练轻功，对，练轻功，要沾颜料不够了，孙小文，姐姐吗？嗯，大，对。对，不要画到那个吃的里面，对，不要画到吃的里面。那就这样吗？对，可以，对，没错，对，轻功哦，轻轻的哦。啊，在旁边这里，旁边这一圈。哎，不是里面啊，是旁边这里，啊，这里。对，这里没画到，这里的这里没画到。好，来，再沾颜料。这里，这一条。对，这一条，对，这一条。对，这一条，对，在这一条，这个洞，洞，对，哦，好棒，啊，在这里也是，哦，这边呢？对，你这个沾到，我帮你吸起来，先吸起来，不然一颗在那边，你等一下很难处理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这个呢？哎，老师，你有看到他画的吗？那这等一下，底的吗？哎，怎么会没有？底，等一下哦。哎，要吸水，要吸水哦。有看到吗？有。那我调高。这左右。等一下，我把它调高一点。不够高，还没，你自己拿上来要给老师看哦。好，姐姐要这个。啊，对，在那个。哦，好，老师先颠倒过来，先画两个红包，因为这边还没干呐，那边都是湿湿的。红色在哪里？对，擦一擦，嗯。好，那笔拿好。对，好，调一调。哎，这怎么？没有了。没有。再一点，老师说再挤一点，那你再挤，我再帮你挤一点，那你自己挤，我帮你挤。好 ，OK。哎，这怎么？太少了啦。那好了，好了。又太多了，这边抹两下，刮一刮，对，刮一刮，好，这对那一个，对那一个，然后这个，对，红包，小心哦，小心拿哦，不要吐出去哦，好棒哦，老虎要小心拿哦，老虎要小心拿红包哦，居然被再沾颜料，可以哦，不要掉到水里哦，不要哦，再沾颜料啦。他说：“老虎要小心拿红包哦。”
会掉进水里哦。会掉到水里哦。不要哦。不要哦。那你掉进，那你进烟囱吗？你说什么？烟火要用什么颜色？用黄色？用什么颜色？哦，那你烟火要用什么颜色？紫色 ，purple， 你最爱的 purple 是吗？他最爱 purple 了。紫色在哪里？哎，你干嘛放下？就好啊，你要不要用粉蜡笔？我拿粉蜡笔跟你玩，好吗？等一下我去。火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好了，那我们这边画一朵，来，你要画在这里的，这里画一朵，好，这里画一朵烟火，上去，对，再来，哎，像太阳的光芒哦，像太阳的光芒哦，很多很多烟火，我的好，他先画同一个颜色啊，他要再画下一朵才换别的颜色，好啊，你要再画什么颜色？嗯。这怎么掉呀？没关系。那这边画很多线线。我记得这个一样的。啊，那你用这个粉红色好了，你爱的粉红色，这边好吗？好。来，那你这边也画一朵，这边也画一朵大朵的，像太阳一样的。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呀、啊。你又画那边。这里，画烟火啊，画的太阳烟火，太阳烟火。好，可以。你画很多太阳，很多这样啊，一条。对对，然后再光芒，再一条。对，然后这边也要，这里也要。对，然后这边也要。对，啊，这边也要，很多光芒，很多线出来，这样子就是，对。啊，这边光芒嘞，你的光芒嘞，像这样子的，像这个就画得很好啊，你这个就画得很好，像这样。这是太阳的烟火。对啊，好，那你画烟火，改画烟火，改画烟火，好，快点改画烟火，这里。好吧，那你再画别的，你再拿别的颜色，蓝色好不好？我给你少一点蓝色。这个浅蓝色，蛮漂亮的。那这个。那个好，那画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好，那就换一个颜色。家具，家具。它是什么？家具。哦，那这个，这个。我洗完碗了。好，那还有什么颜色？黄色。绿色。这是我家具有啊。对啊，你有啊。哒。好。好，那再拿别的颜色放回来，再拿别的颜色，像粉红色之类的。我一定要过呀。这个啦，绿色啦，这个绿色啦。不用。好啦，这绿色不错。橘色。这。好啊。粉红太用了。欢迎拿。我要呀，我要粉红色呀。好，这个好，哇，你拿出来了。我也吃。好。点点点。点点点，棒，烟火很多棒。这里可以棒，这里也可以棒。还有。用这个粉红色，这个桃红色好了，你还没用。咖啡色啦，不是咖啡哦，皮肤色，咖啡色。好，那边在这条线旁边点点点。这里
里啦，这里啦，妈妈指着这里啦，你那边叠很多的。好了好了，好，那这边呢？黄色，黄色要不要？哦，这咖啡色，来这里，这里也可以，这里也可以点点点，这里。你要干嘛？不是在玩尺的时候。好啦好啦好啦哈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们要上课了哦。这个你还没点，这里这里这里点点点，好，点点点啊，你一条线没有点点点啊，哦，你再量尺，嘿，你再量尺，好哦。有啊，哦，老师说有用棉花棒点，哎，好啊，那我拿棉花棒给你，好啊，嗯。爸爸，这怎么要两只？啊？一只就好，一次一只。棉花棒怎样？这样，跟那个一样，跟画画笔一样。好好。点点空白的地方，对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漂亮哦！你要不要围把这个老虎围起来？要不要？这个要大大的，大大的，对，不要，不要哦。好，那你就随便，你爱怎么围就怎么围。空白的地方哦，来再粘。老师说点上面这边就好，上面的啊，你好，对对对对对，这里空白的，啊，哎呦，哈啾，这里，你还要再围巾再一点吗？哦，好，再点一点，点多一点，嗯，好。你这边的点掉呀？真的哈，这边再多点一点，这里对对对，再多点一点。好，我帮你调点紫色进来。你这边点掉呀？停。好，紫色的要这种。你用另外一边哦，哇，你好聪明哦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调在一起。用另一边，可是你这样子手会沾到，哎，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有两根，这个就留着，然后我们再有另外一根，这根用紫色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来，要不要加一点点水水？没要吧。哦，不要了，说不要，那就这样子了，直接这样沾着点。好，沾着点，好，好，点，也是点上面啊，好，点，对，多点一点，多点一点。这边多点一点，嗯，哦，老师说沾一点粉红色的来混呢，要不要？啊，那你这样子啊，来，我教你。哦哦，啊，你要扶着你的画画纸，然后都跑掉了。来，你用这个这边这个，你这笔沾这个粉红色，你不是想混吗？好，混一混，调一调。好，我帮你压着。这怎么也掉了？你试试看啊，在这边试试看。对，粉紫色呢？好，那这里耶，这里也要，不要点到二哦。这里。好，这里啦。我说不要点到二，你要故意点二。他点那个零啦。好，来这边再沾颜料。好，沾颜料。这里都没有紫色，再多一点。对，你还是喜欢粉红色。好，再点，这边也可以再点一个，紫色也可以再点一点。这里都没紫色。哇，开花了，嗯。爸爸，那个电影。什么声音？
豆豆的声音。豆豆的声音。好。好漂亮。好，漂亮。好，那再一点深绿吗？一般的绿。都没有位置，我们还有一个调色盘，那另外新的来。这个。那有一样。鸡蛋哪一格？哦，哎，老师说让你混呢，混黄色好不好？那也要要这个吗？好啊，我帮你开，来，好了。我打住的。你打不开，我来帮你开。因为你开错边了，是开这边。他要拿棉花棒啊。棉花棒。所以那现在用棉花棒吗？还是用笔？好，用棉花棒哈，挑一挑。好，直接点，点，点在这里，白白的地方都可以点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好漂亮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再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要把它涂满是吗？好啊，你把它涂满，还把它当画笔。啊，在沾颜料没颜料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那上面是要用笔的，那边打很好。他就是刚刚想说这边有一圈，好，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再来。啊，这边再点点。这边再点一些，孙小文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他的耳朵旁边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说的？在这里，好，在这里。好，快这里，妈妈指着这里，这里，对，这里。好，那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妈妈指的地方。哎，绿色啦，我还是要绿色啦，现在还是要绿色啦。绿色擦完再来画紫色，绿色完再紫色。好，脚脚换脚脚。佳佳，佳佳，这里，佳佳，这里要草草。对，来来，草草这边画草草，一条一条的草草会不会？一条一条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草再来。好，再一条。你把这个当成笔吗？对，我把它当成笔了。好了。那你来来来，再沾颜料。爸爸。好，那你就点点点，好，点点点，很好。再点。那这是什么？你这边都没点到，这边也没点到，再沾颜料。沾颜料，这个啦，这个要点点啦，点草草啦，哎、欸，要点草草。那就是要点哪里？点他手手这里哦。哎呀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大家洗手就好了。你先画草草吧。我要洗手。那帮你擦擦，大力一点擦。洗手。等一下再洗，你最后玩完再洗。来，先一起擦擦。我只要一起。有了，我帮你擦掉。好，帮你擦掉了。你只要用脚。我不要用手哦。好啦，快点啦，草地先画画完。草地。这只手才对啦，你干嘛用另外一只手？因为这只手有这个嘛。好，那我等一下用湿纸巾帮你擦。啊，你先用这边，点点点，草地上啊，点多一点草地。这里都没有草了，这边没有草不行。用这只手。这怎么都有野的？嗯。这怎么也有一种吗？它的脚啊，哎哎，你自己画都不知道。那这怎样吗？不要。直接粘，然后描这个二，你刚刚自己写的二。对，描哦，对，二，好棒哦。那再粘零，零啊，零零就是那个紫色那一圈啊，这一圈把它围一圈起来。我不要。那你再写一个零。二。哦。啊，这个零把它圈起来，
紫色外面给它画一圈金色。我才喜欢第一面。再沾颜料，再沾颜料，沾颜料。好，我先让姐姐写，已经弄完。再一沾。好，来，你这个紫色外面圈一个起来。两个地方。对，紫色外面圈起来。对呀、啊。好，你再点一点就好了，点一点上去，点在这个紫色上面好不好？点一点，苏小薇来，你要点一点。好，点在紫色上面装饰，来。好，小文，金色先放下来。好了，你点一点就可以下课了，点在紫色上面就好了。接下课就换我。啊？你等一下要用。哎，那他的那个斑纹，他的衣服上的图案吗？也金色啊？哦，好，来，点在这里，点在这上面就好了。OK， 好了 ，OK， 好。我把那个遮住了。这个我真的没有。啊，你说它的黄色看不清楚了、哦？哦，好，来，老师说叫你把它的耳朵补这个橘色就好了，来。把耳朵画成橘色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啊，这个也是，小心哦。好了 ，OK， 很漂亮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沾到了啦。下课了，好，那你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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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大家说新年快乐什么？快点，你上来说一下。没有刮啊？没有刮。哦，没有刮。好啦，小文的作品完成喽。这是什么？老虎发红包，好 ，OK， 好，欢迎咪咪啦。看起来怎么像圣诞老人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这是很像圣诞老人的地方。对，这是圣诞老人，不一样哦。这是圣诞老人，来，这是圣诞老人，看看吧。嗯。然后这个是土地公，不一样。嗯，帽子。Give my life away. Never leave me, never let me go, my son.